不要急躁啊，这不是向你四间做一件事儿，要求速成，不见得速成啊。是，地藏菩萨又跟坚定性菩萨说：“善男子啊，要我来世众生，欲求度脱生老病死，想了脱生死就是啊。”要想了脱生老病死啊，就发心学佛，发心修习禅定，修习无相的智慧，应当先观许氏所做的恶业多少，乃至于轻重，要恶业多厚，这个时候不应当学习禅定智慧，修也不得成，自己业障很重，障碍很多，那应当怎么办呢？先修习忏悔之法，这就是地藏菩萨教授我们的，要修忏悔，这叫拜忏。为什么用粘茶轮一回不相应，两回不相应？因为你有业障在这儿障着你啊。等你业障消失了就相应了，业障消失了，轮相现了，也就是你智慧增长，罪业消失，不是消尽啊，罪业轻了，智慧长了，对沾他轮相的用法忏悔法你就进入了，这就叫智慧。但是你如果不依着轮相相法，地藏菩萨说的，说你要是恶业很厚，你去修习禅定，学习智慧，你容易招魔，人若容易进入魔境。其实忏悔法就是消除魔障的，不会现魔的，哎，这跟修习禅定智慧不同。说我们经常的躁动，心里静不下来，如果你修习忏悔法，再习定，这个定没有魔障的，这是地藏王菩萨一直忏悔法加持的力量。因此呢，而要用沾茶法的原因就是这样子。地藏菩萨又进入深意层说：“所以者何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此人许习恶心猛烈呀、啊，说这个人作恶非常猛烈，过去恶业的根子很重，恶习很深。过去恶业恶习，现在他必定作恶多端。”多造恶，几回事出家也会犯众戒，众戒就是事根本了啊。假使要不忏悔清净，那修禅定修智慧能成就吗？沾茶舍那业报经主要为了修行，让你先把罪忏，而后再修禅定智慧，才不能起邪知邪见，才不能邪觉知，就不正当的明白，不正当的了解，都叫邪觉知啊。这样子呢，增长恶见。
所以要想修行定和慧，修行止观法门，或者乃直至成佛，说先修忏悔法。如果忏悔清净了，这时候受三规、受五戒、那八戒、那菩萨戒，戒根能清净，受戒能守得重。就是说过去的业障不太重，那一修障碍就没有了。如果没修忏悔，先修定慧的，自己业障很重，习气很深，恶心恶心所很猛烈，过去不说了，就是今生的所造的新业，新造的业，就给你修定修慧做障碍的因缘了。你不但修不成，还要招募。比丘比丘尼，优婆塞优婆夷，受了戒，不持戒，甚至连三规都犯。三规就是戒啊，受了三规了，完全又跑耶稣教那儿去信教去了。这样很多呀，不是少数的呀，连三规都犯了。三规本身也是戒，这样非下地狱不可，决定的。如果说再遇到沾沾善那业不净，再来拜忏悔改了，再来拜忏。刚才说一个期两个期轮相从来不出现，就是业障很重，你所做的业障碍你，连你用这个法都不能用，必须得把先把这个罪业忏了，再来用沾茶善那业报，再来忏悔业报。而这样说，咱们真认识罪业。如果以大乘教义，罪性本空，为心造，心造的，心造的讲心忏呢，对，心要灭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在名为真忏悔。你做得到吗？那叫无相忏呢。说地藏菩萨教嘛，你从有相要达到无相啊，有相忏你都做不到，你能做无相忏吗？因此在我们这个沾叉善的业不净下半部就不是了，修定修慧二种观道意识境界，直接入法界，那是华严境界了。沾叉善恶业报经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修成佛，世间相旁带的。你沾叉沾叉，你业障轻恶和重，怎么样能修禅定？怎么样能修智慧？所以让你拜沾叉忏的地藏菩萨教授我们用沾叉忏的目的是给下半部，上半部是给下半部做准备的了，是目的是成佛的呀，不是学世间富贵名闻利养的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大家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因为为什么有人说沾叉善的业报是小乘教义不如大乘的，这个里头没有阿罗汉，只有坚净信菩萨跟地藏菩萨说法，没有其他人参加的。
西方丈夫子净信菩萨请地藏菩萨说，同时这个下半部告诉你上半部罪罪的性是实在的，下半部就推翻了罪性本空，罪罪的体性没有，是虚幻的，没有真实的，真实你就忏不掉了，说它不是真实的你才一忏下掉，罪困本空唯心造，但是造的时候起心动念，罪业造的时候很快很容易，忏的时候可就不容易了，因为我们达不到一心呢，能达到一心的当然好了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懂得发菩提心，如果跟心相应了，我们大家修普贤十大愿望，那是唯心的无奈无障法门，你能相应吗？骗你一十方一些祝福，就第一个大愿礼敬十方诸佛，那个境界你心里能达得到吗？如果是念地藏文殊普贤观音或者念佛法僧三宝，这些念念念不离于心，那心即是三宝，念地藏菩萨心是地藏菩萨，念文殊师利菩萨心是文殊，做得到吗？所以当你罪没忏净，说你欠了很多债还没还清呢，你要想发大财那办不到，你得把账还清了再说吧，说先把罪也还清。每位大菩萨的离众生时候，第一个目的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目的是每位住每位菩萨说一切的大菩萨发心，他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度众生，大乘教义告诉我们，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不为自己谋幸福，但愿众生得安乐，愿一切众生离苦，说你的心跟一些诸佛菩萨合为一体，合为一体，说凡夫心顿成佛心，转念生佛心，能做得到，如果做不到那就发心学佛学菩萨，转变你的心成为佛心，做不到就随你的业，你造什么业把你牵引到什么地方去，那就随业力转，随着业力转。那么现在在座的都是发心学佛的，学佛的说学佛，佛怎么做我怎么样做，做不到，连菩萨做的我都做不到，连个初发意的菩萨我都做不到，只是成为菩萨，我们都受过菩萨戒，有的三餐大戒一起受的出家道友们，问你是菩萨不？是菩萨，菩萨做什么事儿？菩萨心里想什么事儿？菩萨的意念是什么？如果你面面都是菩萨心，
业力非常强，那就随着菩萨道了。但是你经常想到众生的业障，病苦来了随病苦转，要想好吃的多吃两口，不好吃的呀就不想多吃了。一切处都可以检验我的心。我们现在能觉知前面起乐后面不起不相续，直到我们过去所赚的业障现在身口意一刀两断，到现在有这个力量吗？善财童子有，法华经龙女有，有了就成佛，没有，没有就一点一点小，这个力量没有。业性本空，是心造的，那我们空不掉啊，空不掉啊。果报不是，经常的学大乘教育的道友们呢，说业性本空，你能在果报上空吗？病是假的，没关系，你在病宫爬不起来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就是假的，我起来照样上班，做得到吗？大话呀，谁都可以说，大事可做不到了。说我带众生受苦，好啊，你去带吧，你到医院去了，所有你的病人我都替你们带了，你们出院吧。做得到吗？在这个业报现前时候说大话没用啊。身体是身体，心灵是心灵，你两个能分得开吗？医生给你开刀，我给你打麻药针，就是不用打麻药针，我不痛，开吧。你有这个本事，你身体害病了，我心没病，没关系。做不到啊，要能做得到就是菩萨了，那是菩萨的神通妙用，这可不是说大话呀，要做大事啊，所以必须得忏悔。要修忏悔法，你找个清净地点，随你力量所能的把一个忏石啊庄严清净，那里的供上佛像，供上供品，还得有经书，有法宝，挂上床幡宝盖，随力量了。说没有钱，没有钱拿纸角拿纸做都算是，不需要很多经济。完了，这样来供养，供养，对，因为我们一般的人，一般的道友，没有这个力量，而庄严一个佛净石啊，供养的亲人爸爸办不到，随缘，只要心真，事就是了。同学要洗浴身体，衣服洗干净，不要有气味，完了再进你的禅室，昼日分。在佛在世时候，印度的时分是昼三时夜三时，三时成名就念地藏圣号，完了再念拜忏，进了禅室了，就是修禅法的时候啊，一心敬礼过去七佛及五十三佛。印度的那时候，古来的时候，印度它是昼三时，初日中日后日，初夜中夜后夜，这早中晚呐、白天就是早中晚，夜间初夜中夜后夜，
反正是24小时白餐，白餐。在拜忏时候先要顶礼过去祈福，这个我们不一个一个去讲它去了啊，大家知道啊，过去祈福嘛，在庄严节三佛，庄严节三佛嘛，毗婆尸佛、湿气佛、毗舍浮佛，这个三位，这是七佛，就是庄严节三佛。但是现在我们这是人贤节，说贤节四佛，说拘留孙佛、拘那罕摩尼佛、迦舍佛、释迦摩尼佛，庄严节跟人贤节合起，贤节的三佛，加上人贤节的四佛、七佛，先拜七佛。完了再办53佛，对，这是忏悔前头必拜的。完了是随你这个10方面，总归10方面敬礼10方面祝福，是总的一句话了。礼佛的色身，色身就是现象的化身。那佛的化身没住世了，遗留有舍利，有佛的形象，有寺庙，有塔，这都叫佛事啊，都供养，就心里头啊，意念供养，在文字上啊，你拜旃檎忏，单有旃檎的忏本啊，旃檎忏本，完了总理释放3次一切诸佛。就是供养佛宝，又当片里释放些法藏，就是法宝，要供里释放些先生是生宝。这个释放的拜完了，更别成名离我地藏菩萨摩诃萨，这是我们忏悔咒。有时候地藏菩萨3成3拜，在我们这旃檎忏的经呢，就是说一拜就行了，但实际上一般的我们都是忏悔主都是3成3拜。这忏悔开始的先礼十方诸佛，完了再分别的礼，都是礼完了应当说所做的罪呀，你都犯了什么错误，应当说。有些对人不好意思说，一在佛堂了没有人，对佛说吧，对地藏菩萨说吧。忏悔呢就表达的意思了，我不再做了这些事儿啊，是坏事儿，我忏悔完了我不再做。愿我与一切众生速得消灭无量劫来，这很远很远的。那我们做罪的时候，造罪的时候，从无量劫里就造啊，十能四众，十能业，四众罪，无逆颠倒，毁谤三宝，一禅提罪，谤佛。不但不信，禅体是谤佛的。这样念完了，自己就惯想啊，思维就是惯想啊。说这些个罪啊，是颠倒的、虚妄的，没有实在的，实在是忏悔不掉的，但不实在的，能有实在体性可得吗？没有啊，我有定时科德呀，本来是罪性本空，空寂的，那就让一切众生达到心，对，达到心罪都忏净了，
心本无声，因境有，境要亡时心已无啊。无境无心，把罪的根本，从根本上把罪灭了。但是怎么能做得到呢？第一个要深信因果，因果是不灭的，诸法原生，原生没有体性的，但是它要不消失的，又要还报的，罪是没有体性，心是无声的，但是因境有啊，因为境界下你就犯了罪了，同时你还得信，相信因果不失，你所做的因一律丢不掉的，一点一滴都丢不掉，不会失掉的。那要惭愧，要一如忏时升起惭愧心，忏是忏自己，愧是对他人，惭愧自己犯罪对待别人，因为别人伤害别人，对别人不礼，包括很多了，是惭愧这俩字包括很多，就伤害了很多人，无量劫来一定受果报的，我们现在就在受，人生的苦难多得很，你不再受报吗？就这，人说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等到你要还报的时候，你感觉可苦了，生病啊，住监狱啊，这我都受过了，都受过了，这就还报，没有那个报你不会受的了。对，你有那个报，有那个业，你就要受，但是我们照罪时都相续的，不是一生两生，相续造恶。小孩生下来就起贪心和贪嗔痴，稍微一不高兴就哭，那小孩下生就哭，一直是发脾气，他不如意啊，他苦啊，苦他没法表达就哭，那是嗔恨心发作的。多小不会说话，你对他要干什么他马上就哭了，嗔恨心很重。对，刚会说话见什么都拿，这是他的，我生是个小孩儿，这个小孩还不到一岁不会说话，给他摆很多东西，他俩手抓，他就抓到把不让别人动，天生的恶习呀，过去来的。说罪性，这就是罪性，生生相识。